什么样的对局能让贝贝做出如此惩罚？ Oh my god！ 活动又更新了，这次变成了特别生路铁桶僵尸，效果和铁桶没区别啊。今日挑战也是今日刷新，这次一定要拿下卡包。今天只有一个人在线啊，有人发起挑战了，来吧。什么鬼，匹配不到对手？有很多小伙伴说遇到这种情况重新进一下就好了，那就贝贝来当这个小白鼠吧。终于进来啦，这次有五个好友在线，好友申请也刷新了，从今天开始贝贝要暂时连了，不会再开卡包了。接着有一个人给贝贝发信息，说自己来自海外，简单交流就准备对战了，因为涉及隐私信息就不给大家看了。他的标志是钻石的，上个赛季一定是30G的，但愿不会掉链子。这次很快就匹配到了，看来大家的方法还是有用的。本期对手是托尼克，开局抽卡，下面两个换掉，这样就很好。岩床僵尸在高地升一级，呀，直接抽中大招了。第二回合开门僵尸，我们还有烟雾弹，肯定可以打中他一下的。双头向日葵，他不会是跳废流吧？有6点阳光了，无人机僵尸留一点脑子。呀，小推车直接把开门僵尸干掉了，还好我有烟雾弹。他现在很想解决无人机僵尸，我们不要上僵尸，错过这次三倍体就不一定能用出来了。水果爆炸，两张水果爆炸，趁机使用三倍体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巨尸盛夏，随机召唤3个巨尸，厉害呀！可惜要使1个脑子，这两个附赠品丢上去。回旋镖，使用致命，往水里丢一个丑人鱼，又是穿透，还有一张水果爆炸，都3张了。想打我是不可能的，把你冻住。铲子僵尸弹射环境和所有植物。这个回合来一个厉害一点的月球僵尸，哟，破环境了，还有一个穿透向日葵，玩的是穿透流。先把环境改过来，接着是铲子僵尸，还有穿透小喷锅也带穿透阳光锅，把环境放这边，再种宇航员，大招收起来。锦囊卡消灭了铲子僵尸，墓碑是挡不住穿透的，垃圾桶小鬼会防守吗？宇宙向日葵，还有回旋镖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大招。再抽2张卡，胡子塔，又是这个环境，加上召唤草菇，可惜都没在上面，那就没机会了。还有1张，第11回合终于熬到了，又是一个穿透植物，来吧，举尸盛宴，可惜只有2个位置，墓碑里的看不见，可惜没机会再见了。我知道大家都在等惩罚，可惜不是这一局，是输给了一个叫李云龙平安的人。不过这惩罚有够羞耻的。老公，各位粉丝老公们点点赞呗。